尽管去年面板业上下半年起伏不定，友达仍连续四年获利，乐看下半年的传统面板旺季。媒体也询问关于鸿海集团积极赴美设置面板厂的话题，友达董事长彭双浪表示，不针对单一厂商做评论，只说大家的策略不同，友达将持续加码投资台湾。站在自家产品中间，友达董事长彭双浪露出开心笑容，因为去年面板景气上下半年起伏不定，但友达透过技术、产品、管理与客户四大布局，维持稳健的获利，并适度进行产能扩充，连续四年获利。所有的这个趋势都是一样嘛，你上到一个程度，到了顶的时候，它就必须做一些调整，那只是说调整的速度快或慢，或者是多长的时间，它要再有另外一下半年又是销售的旺季，所以呢，基本上这个整个供需的大的供需状况条件呢没有改变。彭双浪指出， OLED 电视有过度吹捧的情况，以去年全球 OLED 电视出货率不到 0.5% 的情况来看，大尺寸 LCD 电视仍有很强的竞争力。在产能扩充方面，去年昆山六代 LTPS 厂量产，预计今年将开出第二阶段产能。台湾厚礼 8.5 代厂今年进入第二阶段，新增 2.5 万到3万片基板产能，2018年下半年开出，预计厚礼总产能将达10万片，以迎合大尺寸、高解析度等高阶电视面板需求。我们一直希望把这个好的产能、好的这个营运的这个结果留在台湾，所以即使整个的投资的过程面对了不少的困难，从2015年到2018年这个四年当中，我们在台湾加码投资了1100亿台币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来带动整个台湾这个经济的发展。彭双浪用数据跟行动来证明对台湾的投资不曾间断。对于面板业下半年景气，彭双浪说，经过五六月的库存调整后，下半年是传统旺季，因此乐观看待。新唐亚太电视李晶晶综合报道。